咱们别放肆了，就是点咖啡，然后那个啥，咱们收了点。对。费用的压力蛮大的，正好有奥运在嘛，不管是住宿还是交通上面，其实费用都还挺高的，比日常其实都是翻倍的。说实话，我们俩到现在没有准确的盘过钱。就是因为经费较少，所以大家在吃喝玩就要去做取舍，就是我们要保哪几件最重要的事儿。不像在这里，其实我们吃喝玩乐都可以保住，所以就是我觉得吃上可能一开始会先亏待大家一些。姐，这有点贵，咱们在这儿歇会儿脚就行了，别点太多。我要黑松露炒蛋。这39的这个是吧？30。我要喝的。我点了那个蛋，我们可以一起 share 一下。那就 share 一下吧。我想要一个牛角包。这有面包，对，这有面包。我也想要牛角包，我也再来个牛角包。那就一人一个牛角包呗。倩姐，我有这鱼眼镜头。陷入沉默了。嗯，是吗？都有办法。OK。点餐吗？好。份豪，我们心里面其实有点没底了，到底会花多少钱？我是没有拦着大家的，我只是在于我自己上面而言的话，能省一点是一点，因为我觉得我是没有必要的。你不吃啊？我不用了，那掰一半，三个牛角包，对，我们自己分着吃。